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江 Coc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画的这个妆容呢，非常的特殊，因为是由我女儿来帮我画的。那么，愧不愧是翻车的现场呢？因为我女儿才八岁，那么呢，她因为平时呢，她看着我画，那么她也想试试当一次化妆师的感觉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就由她来给我化妆。你看，就是她了，就是我女儿。然后今天呢，就由我的小的化妆师来帮我化妆。那么，接着往下看吧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的底妆呢已经上好了，然后眉毛呢也画好了，现在呢就到我女儿小小的化妆师来帮我画那个眼妆的部分。我女儿呢帮我选了三个眼影盘，你们期待她的作品吧。金色的。小的化妆师出道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女儿呢就帮我把那个简单的眼妆画好了。那么我自己呢再加工一下睫毛还有那个眼线的部分。好了，整个妆容呢就画好了，特别是我女儿帮我画的小星星，她说这个是小星星哦，比心。没想到不会是翻车现场，没想到这么好看，有创意哦。谢谢关注我是江 Coco，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，拜拜。